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。咱们今天继续去玩房车，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网络游戏。咱们继续上一期的这个未完成的这个室内烈火。这里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看起来像厨房，因为这里有个水龙头。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办公室，跟办公桌一样的东西。哎，这里是什么东西？闪了一个蓝色的，然后这里有水龙头。哦，它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什么食堂吗？它这个厨房为什么会这么大，这么多，这么一大条的柜子是吧？那也太大了。一般，私人的这种房子的厨房没有这么大的是吧？哇，这个地方我感觉挺危险的。厨房里面肯定有燃气啊，什么东西的，是吧？看有没有地方，这个地方好像，刚看好像有点烟，是吧？这个地方有点，还有点冒烟，冒烟的话，可能就冲彻底灭，是吧？不能让它有一点的那个石头突然的情况发生。好嘞，可以，咱们下去吧。任务已经完成。哇，外面天已经黑掉了。好嘞，咱们开始收工，收工，收工。哎呀，我勒个去！这谁的速度这么快？我还没下来呢，他就把板子直接给我收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我要上面火没灭完了，你把我板子收了，那你给我咋灭火，是吧？那弄啥灭火？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忒过分了。好了，已经天黑了，咱们得收工回去吃饭喽，是吧？快点，快点，你们都站着干嘛呢，是吧？你们不走，你来我开这个走。哎呀，我去！咱们在上面忙活了半天，这些家伙在这里啊，聊天打屁是吧？这人比人气死人了。那咱们不动就没人动了。啊，这里有个东西没收。啊，有些东西的话，咱们必须要咱们收的。咱们不收的话，他们是不会动的。然后咱们收。把它卷起来收回去啊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动起来了，是吧？把门放进去，把门关起来，门关起来，他们就开始动起来了。这些家伙，只干自己的事情，别人的事情他们，坚决不会干了。谢谢。我刚刚来的时候，我开的是原地消防车，看一看。那里有个哥们干嘛呢？哇，又来了一位啊！之前你来过一次，他是跪在地上跪着走的，然后今天又来了一个。但是我搞不懂他为什么他跪着走，是咱们上去灭火了是吧？那跪也是咱们跪着走，为什么会是他？太难了。啊，感觉晚上好像还有点商务了是吧？雾蒙蒙的。雾霾挺重的。好，变成绿灯了，咱们得回城喽。特别帅气。晚上开车更要小心，是吧？因为视线并没有太好。这家伙开车挺猛的是吧？一出溜一下就没了，就跑出去了，加速度快了。路边还有广告，广告了，游戏里面还在
在等我们饿的吗？好像闯了红灯了，是吧？咱们倒回来，倒回来。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，然后你切换一下视角，一看果然是红灯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，记得订阅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